第一期2000蚊電子消費券即日起發放，大約550萬合資格嘅市民可以透過之前登記嘅支付工具領取。收到之後點樣用，市民都有唔同嘅諗法，有人就話買嘢更加疏爽。係冇錯，嗱呢度可以拍卡，辛苦啦嚇，辛苦啦嚇。長長人龍等候的是奪卡這一刻，2000元消費券正式落袋，用八達通拿消費券的市民可以到指定便利店或者超市拍卡，有提供現金券優惠的店鋪大排長龍，亦都可以到港鐵站拍卡。好多謝消費財爺啊，希望繼續派，我覺得這個方法也好，即多些人用下這些電子支出也好些，即係兩樣都有最好啦，方便。收到消費券，心情都好啲。有人選擇化興奮為食量，梗係開心啦！所以約埋班 friend 嚟一齊飲茶咯。嗰時間啊，係咯。咁我叫多咗嘢食。肯定叫多咗，我哋平時唔係好捨得食嗰啲會叫咯。例如嗰啲滷水鍋啊，咩炸煎炸嘢啊，我哋平時唔食，今日豪放啲食多啲咯。社會都悶咗咁耐。咁突然間又加上奧運啦，咁好多選手都為香港爭光，咁為香港開心，咁大家攞到消費券都出嚟輕鬆下都可以。啊！呢餐係我噶，我請噶。將軍澳一個街市，唔少市民仲係用翻現金，但亦都有人用消費券加送。前日都話啲人都話：喂，買雞啊，食雞啊！嗰日，咪住，等今日8月1日啲食雞啊先啊，嘟下八達通啊比較好啲啦，因為政府請食雞。嘿，政府發放嗰幾千蚊，我食大咗啲，食好啲。除咗食，電子產品都係唔少人嘅心水。有家長帶仔女嚟買嘢，尖沙咀呢個商場就出招搶客，未購物先獎賞，唔設限額派優惠券，排隊領取嘅人打蛇餅，亦都幫咗場內嘅店鋪吸客。用咗1600蚊到啊，用咗1600蚊。都是買鞋啊、買衣服啊嗰啲啦。如果冇消費券，應該都唔會買嘅。今天是第一日就有得用啊嘛，所以我就即刻嚟呢度睇下有啲咩可以 shopping 咯。都是睇下有啲咩啱買就買咯。不過我覺得都是會疏爽啲嘅。仲未登記電子消費券嘅市民，記得要在今個月14日或者之前登記，下個月1日會收到第一期嘅2000蚊。如果用八達通登記嘅市民，留意要使曬頭兩期嘅4000蚊，先至會獲發放最後嘅1000蚊。無線電視記者楊佩斯報導。